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吉林大学的于慧聪。恰逢逢甲大学建校50周年，有幸来到逢甲大学财发所进行一学期的交流活动。这是一所历史悠久、校风优良的学校。逢甲人始终恪守着忠勤诚笃的校训，忠于事，勤于学，诚于心，笃于行。逢甲的未来，希望有你的参与。